常用练习方法。挥拍摆动练习，小幅度到大幅度的挥拍练习。抡臂绕环练习，徒手绕环，挥拍绕环。左右摆动练习，左右小抛练习，正手接抛高球、自抛球练习。正手接抛低球、自抛球练习。反手接抛低球、自抛球练习。正手接抛高球对练，反手接抛高球对练。反手接抛低球对练，左右平拉球挥拍练习。挥拍上抱圆蹬转练习，挥拍下抱圆蹬转练习。
挥拍腋下球专项练习。挥拍肩后球专项练习。挥拍背后球专项练习。右侧头后球对练。背后球对练。腋下球对练。头后球自抛球练习。腋下球自抛球练习。背后球自抛球练习。挥拍原地平旋练习。挥拍移动平旋练习。挥拍连续侧旋练习。平旋自抛球练习。侧旋自抛球练习。在做原地和腾空各个方向的旋转进攻球时，要加强对旋转轴、旋转半径、旋转平面等控制能力的练习，使每一个体位和方向的旋转都平稳自如连贯。加强挥拍画圆的练习，要注意圆的起点和终点的重合，使每一个旋转动作都保持在同一个半径的圆上，并且将这个圆在一个旋转平面中完成。在做每一个旋转动作前，都强化进行反向拧转，加大动作的初速度，避免后程加力形成违力。